那怎么了？大事不好了，我现在要被隔离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现在那边物资还够吗？需要我帮你什么？物资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的眼睛现在坏掉了。哦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可以上 OnDays 的官方网站直接线上购买眼镜哦。网络也可以购买眼镜，那你赶快教教我。首先，你先进入 OnDays 的网络商店，往下浏览可以看到眼镜的分类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你想要的眼镜类型哦。真的耶，这边有好多不同的分类哦。嗯，然后你选到喜欢的眼镜，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价钱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看看这一款眼镜的其他颜色哦。嗯，我喜欢这一副的颜色，就买这一副好了。嗯，你之前在 OnDays 买眼镜，有用 LINE 申请会员吧？直接登入之后就可以选择镜片哦。嗯，选择镜片，但是我有度数怎么办？我没办法出门去验光耶。不用担心，你之前在 OnDays 验光的时候，记录都有储存在会员里面了，所以可以直接用之前的度数购买眼镜哦。天啊，太方便了！这样就算居家隔离，也不怕没有眼镜戴喽。对啊，如果你本身有处方签的资料，也可以上传上去哦。这样子 OnDays 就会依照处方签去制作眼镜。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现在就去下单。嗯，有帮你解决问题就好，在家隔离多多注意身体哦，拜拜。